听三体广播剧时，我找到了答案，就藏在黑暗森林的结局。在这里，绝对理性的三体世界出现了。这是我们的汽车钥匙。我们现在来玩德州扑克短牌，随意洗牌。没发牌之前就可以知道哪一家最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随便切牌洗牌，速度非常快。六个人玩，第六家最大。看一下，这个是三条葫芦的牌，第六家葫芦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局，随便洗，立马可以知道第一家最大。看一下第一家 AQ 两对， AQ 两对，最大。